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白，今天要跟冷梅一起玩双人解谜地图，就叫做精神病患者。我们两个是不是那个神经病啊？你觉得？啊？我们两个是不是就是那个精神病患者？我们说不定就是那个精神病患者。所以我们两个，其实我们两个蛮适合的啊，很适合当精神病啊，对不对？你最严重，你才严重，你全家都严重。好，那么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解谜系列，记得按个喜欢，并且在下面留言，让我知道你有来过哦。OK， 就这样，我们影片开始。好了，首先你，那我们现在见。叫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有爱心啊，我们不能乱打，而且这个事好像不会毁、欸。我们这样开始好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我们先，我已经扣一颗星，你害的。我扣一颗半，你害的。我又回到。你知道作者，其实你知道作者他其实有说这个地图建议不要多人玩，我们是打破规则了。啊，真没关系啊，是建议的意思是建议啊。对，你说的很对啊。那我看一下哦，有新案件需要调查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里面有这个？哦，新案件跟注意，本地图不推荐多人游玩。他已经讲了，丢掉。等一下真的玩不下去哦。好了，我先看一下新案件。你先给我看你那一本。交换？不，我要把它读完。废话。他说规则是亮度保持65以下，走位摇晃开启，走位摇晃开启，开启。有吗？走路摇晃。好，基本上规则就是除了走路摇晃开启，请勿跑出去地图外，还有勿重复使用钥匙，还要放在对应位置，以及生存模式玩。OK， 还有勿破坏、勿作弊，请一次将钥匙就装置就直接按好了。那最后是新案件，你听我说这个长长的故事啊。据警方调查，在森林里有一起发生多重分尸案。根据深入调查，是一位有精神病患者会诱拐青少年。为什么是诱拐青少年？不是诱拐小妹妹？你才是、啊、住进自住宅中，再将其屠杀分尸。到目前为止都无法将精神病患者绳之以法。据说只要进入住圈内，都没有一个活人出来过。Good luck。所以我们要去找那个精神病患者。我们很年轻吗？我们几岁？你几岁？我晕。对 ，OK 啊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不，好黑，好黑，好黑。精神病患白。1997，多重分尸案，在某树林中的住宅内传出许多。究竟是？没有。公司警方无法查出案件的内部呢？你刚说内裤还是内幕啊？警方无法查出来的内裤啊！我看一下，大门钥匙放置处到了，就是这，赶紧进行调查，希望不要发生任何事情。这栋建筑物连房屋外面的都种一堆树，真让人摸不透。哎呀，楼上的灯居然是亮的，进去好好搜查一下。哎，你不要一个人走啦！哪里有楼上的灯啊？你从这里看。哦，这边。对，走。那我们要先去找钥匙啊。要开门，要按门铃吗？你加油、哦。不要，那边就有一颗按钮，我们先找别的地方好不好？我们先找看有没有东西，你知道的。怎么了？嘿啊。成就。这么大地没有成就，你我可能就跟你讲说，你看 surprise 这样子有没有？surprise 我们是死掉了。你不要一个人走啊，很恐怖哎、欸。哎呦，已经绕房子一圈了，你有看到什么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都没有看到什么，我只听到响。那我按喽，我按叮咚喽。等一下，有人吗？等一下啦，外面有为什么会有像苦工啊？而且还长那么丑。来了，哎呦，怎么？我是来办多重分尸案的侦探，我直接进来喽。这个住宅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感觉，不行，为了这次案件，我还是必须调查。祝你好运。为什么一开始要放这么大的话在这里啊？他是有要调和平吗？没有。他有讲吗？没有。所以我们是正常的模式。液晶显示器，我们来看电视吧。液晶。好。好，看电视。好，电视没有反应，太好了。我有之前做过这个哎，我用那个什么。那个会讲中文做什么？鸟会啊、哦！哇！哎呀！六！哎呀！加油！等一下，为什么厕所没有灯？厕所没有灯，厕所有灯。厕所你不要！
你不要在那边玩人家的马桶哦。我要多利用啊，怕它坏掉，真的放太久了。哎呀！哦，什么声音？什么？我听到有东西在移动。有东西在移动，就唰的一声，第一具尸体。哎、欸，这做的做的太像了吧 ？Hello， 哎呀，他破脑哎、欸！我拿起来，未知少年的，你不要放回去。拿起来了。这个其实龙颅里面也有。里面龙颅也有一个那个头啦，我带给你看，你看，哎、欸，我好帅、啊，哎、欸，你好帅啊，哇，帅炸了、啊，天哪、啊，我们俩超帅、啊，我们就精神病患者啊，有人就是我们啊，有人是这样子啊，嗯，有人啊，结局结束了，哎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这户人家的楼上有什么好了，哎呦，为什么你可以一跑啊？按两，你走，按两次 W 啊？没有，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跑嘞，我有特权，呜呼。我有缓速，你按E的时候看你有没有缓速？有啊。哎、欸，那为什么你可以走那么快？哦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会有手伸出来？吓死我了！有啊，这里有手啊！哦、哎呦，小僵尸哦，哎呦，这很邪恶、哎！我跟你讲，多半数都不是被地图吓到，多半数都是被那个怪物吓到的。外面自然物。对。哎、欸，你还发现什么吗？这里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可以走啊？没有嘞，这边没有，哎、欸，这里都没有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真的把人家的头摘下来戴，你还不给人家塞回去？这没差了，小下半身都没了，头不重要了。是这样吗？对啊，这边的门打不开、欸，我们应该是要找钥匙，看看这附近有没有钥匙可以用。No. 被蜘蛛，哎、欸，上面有一个介符盒。哪里？两个颜色的介符盒。好暗哦，这看不到哎、欸。好黑哦，天哪！而且我没有十字坐标哎、欸。我也没有啊。太暗了吧？那你有介符盒的东西吗？没有啊！我找到了，在马桶后面。二楼钥匙用于开启走廊的铁门的。哦，有了，走。可以重复使用是不是？不行啊，只能用一次哦。它不是说可以重复使用吗？可以吗？好吧，我不知道，你要看一下规则吗？我按喽。好。哦啊啊好，没事，按喽，可以了，耶、yeah! 啊！走了。你要开？我开了，我在，快点进来啦！快点啦！等一下，你们不会开门第一次玩哦？对啊。等一下，这个墙壁，这墙壁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在你后面。哦，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火把吗？火把吧。这是民国几年的？哇、哦，我的天，有东西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东西跑出来，黑黑的，好暗哦。太黑了，对，一块黑。OK， 这边的门可以打开吗？你旁边的门可以吗？不行。锁住了。好。哦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。里面有，哎、欸，又一个死人哎、欸！哇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：为什么现在的死人都只剩上半身啊？下半身去哪里了？下半身都被人家拿走去做不该做的事情。这也是他说这个都是青少年的、欸。哎呀，太多红色的了吧！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我反客，我会好好招待你了。你是谁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刚刚叫声很大吗？应该还好吧。有，转听到叫声，好险没吓到，我没看到。等一下，这是怎么那么黑了、啊？哦呦，因为是下水道、啊，很快。天哪！哦，下来了，你下来了吗？好黑啊，我根本什么都看不到啊。走，我先浮出来呼吸一下。啊？浮出来，好臭、哦。欸正是 ，Hello， 哦，不要打我啊！你真的害我吓到！为什么下水道也有尸体啦？我们只是年轻的小朋友，我们是有为的年轻。下水道，其实年纪多少以上才算是一个年轻人？你觉得？19岁、18岁吧。可是我已经20几了、欸，哎、那你是中年人、哦？这是下水道吗？感觉被改造过，所以他其实抓了一个大叔，对不对？
哇，他把大叔拿去抓了啊！我抓到拉杆了。你为什么早都拉杆了？看一下，砸！真的砸门！啊，走！哦哦哦！我什么机？我觉得他动画做超好的，有各种东西。我还没看到，我只看到我刚扭了一下，然后你被吓了。OK 我真的很希望这些门都不能右键打开，我真的是这样子，因为这样才知道是不是只剩一条路可以走就好了。哇！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金藤哦 ，Hello。Hello，Anyone？ Hello，It's me。It's me, Mario. OK， 我看到闸门的那个钥匙放置处，可是要放上面还是下面，还是左边还是右边？上面吗？还是右边？你有看到哪里可以拿来拉的吗？还是说你拉去敲一下那个？我敲了。我不知道放哪里耶，不是下面，不是上面，那是左边还是右边？没有没有，非常黑，我好。哇哦！音效很帅，谢谢，但是太恐怖了。让我呼吸一下好不好？让我呼吸一下好不好？这个地图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好。是好像 SCP 087的那个。你才八级，全家都八级。啊！烦呢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快死掉了啦！嗨，抱歉让你受惊了，想一同共进晚餐吗？我准备好料的哦、喔，别客气，当自己家。不要啊，我要出去啊！等一下，密道钥匙摆放处左边。他请我们吃饭嘞、欸，我们要出去吗？而且我快死掉了。Hello， 我声音 Hello。Hello， 哎，我说真的，这个地图真的不能拿来开玩笑，我觉得好逼真哦。等一下，没有音乐了。我可以往后走吗？我往后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啊，怎么？在我这里有道。我先神经未定。我看看，是他。是他。你来了，稍等我一下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好不，Hello， 你们，你不要闪现啊！你们就是个精神病患者，你他妈就来弄超能力也可以精神病患者，不是？对，瞬移啊！他叫我等他、欸，我应该等他吗？不是，没有没有，你听我讲，他刚刚其实并没有，他的头其实并没有看我们。你看他的椅子，他是朝向火堆。我以为他是这样做，结果他其实他是这样做。我想说他低头对，就是这样。对，他是这样做的。他现在要我们等他，我们要等他吗？我们最好可以等。我还要开一个门呢。右边好，只有右边可以开，左边不能开。这变黑了，刚过来了，要走喽。我在找，说不定有那门钥匙，有没有？再稍微找一下。哎呦，不用找了啦。哦，好狗，走。Hello， 你家很美，而且好多人都吃。我又看到娟子的手，你的可爱小绿手，可爱小绿手，你也可以捏捏。而且是两只Oh my gosh！Oh my gosh！ 这里是厨房，这里是厨房，这里是厨房。这里是厨房，这里是厨房，这里是厨房。我们是大叔啊，不要在这吃人了、啊。我们是大叔拜托，年纪20。哎呦，敢敢，上方的字模糊不清，只能看到一个牢字。我拿到钥匙了。OK， 没有东西。通常这个时候啊，不是玩的时间点是，我们现在玩的时间是11点多哎。为什么要在11点多的时候白变啦？就怎样？这什么？日记。又有人来拜访我了，我见到这么多人来拜访我，真的好开心啊！我记得当时他们穿着蓝色的衣服，还戴着帽子，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端出我的佳肴来招待他们，但是他们对我的行为非常不友善，于是我便将他们带来到我独特的小房间来做介绍。那些人都被我的小房间迷住了，想走都走不了，他们总是哀嚎着，快要我放他们出去。但是，为什么突然发出那个音效？之前花大钱故意打通这么多条路，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没有日记了吗？
还在写日记啊，走吧。哇，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精神病患者。他，你知道精神病患者有一种很特别的特征，就是他有的时候很恐怖的时候，他会以为你的呐喊或者是你的笑啊，是一种他们会觉得很高兴的东西。你的尖叫，他们就会觉得很兴奋。你叫越大声，他就越开心。这就是精神病患者，你要虐他拔指甲什么的。对，我们要走回去喽，因为前是不是我们刚来的时候有一个拉杆可以放嘛，对不对？这里，对对对。不要跟我抢，在那边。啊！是僵尸，只是僵尸啦！不要叫那么大声嘛，白痴哦！是啊，我们现在就待在这里啊，我们来捶他，没有小嘴捶你哦！啊，捶死你哦！我刚刚是叫你，我不知道，我这哎呦，魔物猎人 Monster Hunter， 哎呦，来一只！哎呀，真是不是，我们现在到底是在玩恐怖地图，还是在玩？为什么变黑了？这也让我感觉好吗？我也很毛，我也很毛。过来，僵尸，过来！去死啦！去死啦！过来啊！把他打死，快点！过来，对，嘿。我们不要超，不要超过这个瓷砖。好，不要超过那个瓷砖。过来、啊。石头，我好像看到他了、欸。他那个脚，他的魔物猎人。石头，为什么他左右两边都有人？为什么他还在这里？不是啊，为什么处处都是他、啊？好大的一片血！好像一片贴图哦。这个该不会是可以？我其实很不想这么做，因为这边都是血。冷妹，这里有小静呢、欸。哪里有小鸡？小静啦！我现在超不敢，我现在超不敢往直接看的，我现在都要倒退。哇、哦，冷妹楼梯！你不要楼梯，哎呀！我不知道，我倒退走哎、欸！不要再来了！你干脆杀了我算了。生还者，那是蝙蝠吧？你是谁？我是来调查此案的侦探。你不过来这里的，快！哎呀，被你看到！白痴哦！这是加五幺啦！啊，好痛！重生回来之后，他就消失了。可是他给我们密道的钥匙，哎，怎么了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凌虐棍？啊？所以，哎，他死了吗？好像死了。应该啊，我把衣服都。啊，大叔就是大叔，我们走吧。他、哦、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会？他死了吧？对吧？跟我们轻一点的、啊。他死了对吧？他死了吧。好，我不喜欢走这个小道，我觉得很恐怖。哈？为什么他这边有那么多他自己的雕像？密道钥匙，走！耶、yeah, 哦！我开了，开！不要下去！我不要下去！为什么？你干嘛？这次可以换你走前面吗？拜托！不要！快点！我已经……反正照指令，然后都我们都会一起被吓，所以没差。你刚才走前面，我那个图片走出来，我也是被吓到啊，因为图片知道这张指令。闭嘴啦！我走！我走！出来了！快出来！所以该怎么办？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事情有这么简单吗？我们不要靠近那个门，千万不要！我们摸着墙走，摸着墙走。密道钥匙出来啦，可是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逃跑。怎么样？别跑！他在哪里？大门钥匙放置处，你有拿到大门钥匙吗？大门钥匙，我看一下包包。有哎、欸，奇怪，这大门钥匙哎、欸。你有、哦？他有给你是不是？我想一下啊。哦，对啊，我刚才拿钥匙，我忘记我没有看名字。OK 啊，没关系，你就继续忘啊，没有关系啊，快点啦！快！啊！开了！怎么走？逃出来了，真可怕。你好，这里是警方交予嫌犯证据的事务所。您只要进入后方的房间，就能交予证据。
我们有什么证据？我们刚把头都弄掉了。对。而且医生是个妹子哎。而且还没有手哎。对啊。有手啊。那只是合起来了好吗？他说要到后方就可以放证据上去。日记，你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日记，他的日记，你记不记得他的日记？你有拿他的日记吗？有啊。好，丢进去。啊，凌月棍。凌月棍。OK， 所以头颅。你没有？其实我们刚好拿，我们刚好拿到他的头颅啊，只不过死掉了。那怎么办呢？他说若有物品收集不全，请按此按钮。哦，哦，提示？没有，没有。那通过结局二，请重新载一次地图，敬请见谅。所以我们有那个吗？哪个？我们是不是没有收集完他的头颅，所以不能用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了。我们第一个结局有解开。我们的第一个结局是成了精神病患者的晚餐，我们被杀死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要白痴啊！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收集那个头颅，我们一定要收集那个头颅。还要再？我们这次快结束，我们这次直接再挑战一次好不好？我们再挑战一次，要不要？走，hey， 我们又回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次呢有拿到头颅，所以呢，我们已经把前面的那两个道具都放好了。再来就只剩下头颅，头颅，头颅，丢进去，丢进去，丢进去，第三格啦，第三格，可以啊。哦，哎，这样子就过关了吗？哎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并没有说感谢你的游玩。提示一，如果我们啊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游戏有分多种结局，如果我们都完成的话，就可以，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。可是这样看起来应该是完成的，没有错。哦，还有两个隐藏的成就，叫谜样之嘴，谜样之嘴，下水道的谜样水晶，这个也没有拿到。嗯，对啊，没有关系，我们。就挑战成功这样子吧。哎，第二个结局是什么？第二个结局是要完成，没有成为晚餐哦，然后三个证据要取得。入门前啊，那个入门后铁砧下方寻到钥匙，有，这个就是你找的那一把。通过黑色通道时，跟着脚下的血迹，以便找回秘密通道的路。哦，黑色通道时，跟着脚下的血迹走，以便找回密道的路。哦，这个我们会，我们刚才已经完成了啊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实况呢，成功的完成这个恐怖的地图。我觉得这个恐怖的地图，如果我有十分的话，我给他，三分，没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品质很好，真的十分十分满分满分十分，我给八分，我真的给八分，我真的给八分。你几分？目前我玩最恐怖的。真的，我真的觉得他这次真的是玩的最恐怖的，他真的把精神病患者诠释的超棒。你看这，我们两个。这次是那个嘛，音效很齐全嘛，又很短，这个是算长一点，然后一些恐怖点有做到，没错。超棒。OK， 那么如果喜欢我们拍解谜地图，记得按个喜欢，并且在下面留言告诉我，让我知道你有来过。那如果你有在下面留言呢，就有机会让我送你一个大爱心哦。OK， 接下来谢谢收看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